发进来，陈孝荣，这球差一点点被点掉。那野狐这球这次真的被点掉了，哇，这反而是形成了一次的 U 啊，绝对是一个 U，对方在得力的情况之下就犯规，而且还是对冷，那就是一个 U。 被点掉，这不得，哇，这个直接，哇，这个就打到对方的脸。球员有时候在急啊，就会有一点点失去判断力。不，这个有时候是这样，你真的放他过也说不过去，对不对？就是习惯。即便你知道有可能会U，这我发现大家都有点忍不大住。